来一口吃进去。哇，专业的，专业的。嗯。今天还是回转餐酒馆吃到饱，双十一生鲜有出一个改名活动，免费吃真鲜。我们大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什么生蚝啊，什么腌制虾，全部都被我们吃光了。要不然我从头到尾点生蚝，我直接把他们店吃光。哦，对啊。今天是价值观崩坏的一餐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今天是11月11日，双十一。今天真鲜有推出一个滚滚器皿的活动，好像只要叫滚滚的话，真鲜点真鲜、定时发跟乐鲜这四个品牌在双十一来内用都可以免费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好像改名成滚滚，他就找我一起来吃真鲜的活动。那我选的是乐鲜，乐鲜是真鲜的回转寿司，结合他餐酒馆，然后他单价还蛮高的。看看我今天可以吃多少钱。那我们现在才。采访一下我的朋友，这是我改名成滚滚的朋友，他平常也有在经营大胃王的频道，然后他很喜欢真鲜，他常常拍真鲜大胃王的影片，所以他才这次改名成滚滚。大家好，我是雨熙，那我平常也有在经营频道，然后最常拍的就是寿司大胃王，那这一次刚好真鲜有改名成滚滚，就全桌免费的活动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我的好朋友一起改名，那我就直接私讯杰克，然后邀请他来找诸多的大胃王，大家一起来吃，以10万为目标，吃爆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总共有8个名额，所以我今天打算要拍大胃王那一桌。那我还找了一些我的老战友们，介绍一下我今天大胃王那一桌的战友啊。好了，这次就是我找了大胃王那一桌的伙伴，吃饭兄弟，艾里斯，然后艾伦长，好兄弟欧阳，泡芙二娃。雨熙大口吃，是这次改名成滚滚的大胃王好伙伴和他的朋友。我们还找了虾土豆，但是他还在路上，那我们就7位先去吃吧，等待土豆哥的到来。那在影片开始前，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，想知道我的更多动态可以追踪我的 FB 和 IG。 那我们直接开吃乐鲜吧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入座啊，因为我们8个，他一桌是4个，那我今天跟我的好妈吉、欧阳还有吃饭耕地坐一桌，泡芙及虾子哥他们坐另外一桌，今天目标看看可以吃到多少金额，就开始吧。那我们现在吃意式香辣蒜米椒，这道要480，非常的大桌。上面第四香料的味道非常的重，全部裹覆在上面，超大的，然后还吸一点。剑脊骨跟松露骨。大的非常酥脆，来餐酒馆必点的。现在是海鲜塔吧，我们现在吃到的鲑鱼。入口即化的河鲜，它的厚度就偏厚的。有软和蟹，那你做整理吗？对。拿玻璃珠炸好鲜，没有炸干贝跟大虾跟炸螃蟹。五味酱，超甜，超甜，真的、哦，很爽，新鲜，是新鲜的，真假？是不是等一下就狂吃这个？
哇，这个好好吃哦！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蒸鱼，我觉得可以点。打咖啡，真的有六颗打咖啡。它的汤汁超浓郁，好好。没差，就点大家都可以吃。对啊。喝喝看这个法式洋葱汤，有迷迭香的香气。他刚刚说这个汤底是牛油汤。Cheers！ 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那个是鲑鱼卵啊！哇靠！你看，跟我手掌一样大，哎，太厉害了！三杯啊！三杯，超大了，超级大，三杯。那我来吃一个。好，目前冰箱所库存只有四十四口。就我，就我，就我自己。冰空冰空的对不对？有这就值得了。夏威夷抹茶奶霜，上面有加杏仁角，喝看。嗯，满满抹茶味，还吃得到杏仁角，还有夏威夷豆的风味，这还蛮好喝的。蒸龙虾哦。拌菜也蛮好吃的。真的好。就像那个鲑鱼刺身，不错，它也颠覆我对鲑鱼刺身的看法。它都比一般的好吃耶，好大，好吃。完美脱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三个人要来挑战，是我们看谁比赛啦，看谁吃比较快啊。这边的话是一人一盘就是五个，然后要这样，三点的话要六百块，然后我们一秒钟把六百块吃光，谁比较快就对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靠，你这么快！这魔术，好强哦！好厉害哦！欧阳是生蚝王。哇，继续来吃寿司啊！梅妹猜心，那他第二轮来了，来了整桌有豪华海鲜串、松板筋跟生蚝，有的没的。他连龙虾都拿来炸了，你看他们食材已经被我们吃光了。然后我们第二轮刚好那个今天这集特别来宾，大家土豆，哇，土豆来蹭饭。我们今天就是。八个人一起要来狂吃，那就直接开始吧。我们现在吃松板筋。它的厚度蛮厚的，然后烤的很软软的。你记得把这个熏高啊，所以就觉得那种口感没有那么好，很像小狐狸的那个松板筋。这是希腊风味甜甜球，来试试看，看起来蛮厉害的。马吉吗？对啊，就是马吉，没错。希腊在哪？原来希腊人也吃马吉啊！好爽啊！我对啊，他这边酒，你要喝吗？那是不喝酒，先不能喝。那边一瓶威士忌三千，也免费吗？这家也免费，对，这全部的酒都免费。来一口吃进去。哇，够啊！哇，专业的，专业的。
怎么样？很爽啊！我的呢？嗯，这两个是腌制虾，超爽，生姜，直接可以狂吃了。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，真的。对啊。他的嘴里蒜头味超重。上下五四分。看你在，五四分。都很过瘾。今天是价值观崩坏的一餐，真的，而且免费，真的是崩坏，崩坏，有点浮夸。龙虾，刷掉。清秀佳人吗？好了。好，谢了。清秀佳人，无酒精派对，健康的。味道蛮重的。喝起来什么味道？就像摩希朵的感觉。你再直接点一个酸酸的薄荷味。拿豆哥学的嘞。然后再换一下。味貌高级，和喝起来却是五味杂陈的。五味杂陈。所以一点都不清秀。可能缺少酒精呢、啊。哦，还是少一味。三分熟，你看它里面都是生的。来，赶快吃一块看看。开车来的，重牛排酱，哇，哇，好手软，好嫩哦 ，Oh my god， 有中度味。干羊排，酥肥，嗯，它有腌制过，哎，软嫩的，软嫩的，哦，不过它味道蛮重的，泡芙觉得嘞，我刚刚前面有吃过一排，我觉得它每一口肉质都不太一样，有些比较熟，有些比较嫩，嗯，我喜欢偏生的，我觉得这个大很多，哦。太重了，要配好，干贝海胆在里面。嗯，八一轮吃怎么样？还蛮过瘾的，它是酥肥的，吃起来比较软嫩一些，再搭配它甜甜的酱汁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可以浇一浇。虾煮都要吃龙虾，龙虾呢？你有钓过龙虾吗？好钓吗？跟一般的虾比？很难钓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到第三轮了。那我第三轮，我们就是来吃甜点。今天这边有点三种甜点：起司乳酪蛋糕、苹果派冰淇淋跟甜甜球。所以我找雨熙跟浩子跟我一起来吃这十几盘甜点，然后我们看谁可以吃的比较多盘。准备开始我们甜点吃吗？开始。那这个现烤的苹果派要等30分钟才会来。QQ 全部到我们过去他了。杰克已经知道 QQ 是什么了。我就跑到后面吃这个，我先吃这个。哦。但是它口感很 Q， 要一直嚼。那乳酪蛋糕怎么样？我是最上面是蓝莓酱，有点薄荷的香气，下面的皮是有点沙沙的口感，是有点冰沙。
就像目前看起来不够用。我已经升级过一次了，结果还是差点快不够用。哦，所以就只能就先卡在这边，就给他们。嗯，我一次就知道他们用的是真正的抹茶粉。好吃吗？抹茶。这个抹茶苦中带甜，吃起来不会有廉价感。第三轮评论结束了，你觉得哪个甜点最好吃？我觉得抹茶冰淇淋最好吃。你觉得甜点哪个最好吃？我觉得都蛮好吃的，但是有一个最可爱，你觉得它是哪一个？可爱的。这个甜点，大家要吃的是无二糖苹果。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它的那个香草苹果冰淇淋，因为它那个苹果派就吃出来，它烤了很久，然后烤得很酥脆，有千层的口感，再搭配它的香草冰淇淋，交叉丰富的口感，吃起来最爽快的。那我们第三轮大概吃了15-16盘甜点，那我们现在甜点时间结束，你现在几分饱？我现在4分吧。你现在几分饱？5分。就大家都还没吃饱，因为才吃3分。那你几分？4分饱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开吃，甜点时间到这边，再继续开吃吧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最后一轮，第四轮菜都上齐了。这边有超多份的豪华刺身跟超多份的牛排，你们七个吃货坐一起，要把它全部吃光。那我们直接开吃。OK。不过该如何动手了？那个三倍三倍。火锅装的，感谢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吃完啦！那我们吃完啦！吃完啦！啊！那我们去外面做个结尾吧。好了，我们全部吃完啦。那我们刚刚总共2桌8个人，大概吃了61,000多到62,000的价格，再加上回转台上的寿司盘没有列在账单里，这样加起来几十盘，总共应该吃了65,000左右的价格，吃得非常的满足。豆哥今天有什么感想？我们第一次受邀来捷克开吃，就可以体验到龙虾，知道不？要不跟我实在是讲个会惊啦。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滚滚跟滚滚的帮忙，他的东西非常好吃，都蛮精致。他开到凌晨3点，非常适合朋友情侣聚餐。那我们再访问一下其他人的感想。很开心今天可以第一次来吃到结合餐酒馆跟回转寿司料理，蛮特别的。餐点算是精致好吃，但是跟一般的餐酒馆还是有差距的。感谢两位滚滚带我们来吃好料。大家好，我们两个熟面孔。啊，你今天最推哪一个？今天最推他的海鲜类。
海鲜真的都蛮新鲜的，可以吃下去都有鲜甜的感觉。我最推的应该是也是生蚝啦，就它120块可以吃到一颗那个生蚝的品质，外面应该不止100多块的价格的。那、我觉得蛮值得，可以点一次来试试看。我觉得今天原本是有机会冲10万的，我们大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它什么生蚝啊什么。腌制虾全部都被我们吃光了、要不然我从头到尾点生蚝，我直接把他们店吃光。哦，对啊，推荐大家一起来，而且气氛又很好，现在装潢真的蛮不错的。嗨，今天吃下来觉得好吃吗？真的觉得蛮好吃的，这个赞的，有机会来乐鲜吃看看。好，那今天大胃王那一桌非常的成功，然后也感谢滚滚的帮忙和真鲜的赞助，让我们今天大胃王那一桌的金额再创新高，耶、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这种大胃王一起吃饭聚餐的计划，或者是想要看我开箱什么餐厅的影片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讲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订阅、按赞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